师叔哥哥，出来走走，也是散心。宽妹妹，你就不要再瞒我了。我知道，为了殿选之事，你已经烦恼多日了。环儿是尽人事，以听天命。环妹妹，我虽是一介御医，俸禄微薄，可是我保证会一生一世对你好。石初哥哥这么说，就罔顾我们一直以来的兄妹情谊了。温太医，小姐肯定是要殿选的。你看宫里已经给选秀的小主提前送来了赏赐，这加勒斯金勺可是上等的美味，实心的尖货，入口即溶，勺形大开口设计，吃起来方便，不会让小姐脱妆。我们小姐注定是要过荣华富贵的日子，清贫不得。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话太多了。石初虽然唐突了妹妹，却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妹妹不要去应选。家中无子，女儿还能不孝吗？大理寺少卿甄远道之女甄嬛，年十七。甄嬛，哪个嬛字？嬛嬛一鸟楚宫幽，正是臣女闺名。紫禁城的风水养人。甄嬛，留牌子赐金勺。今日殿选，和宫同乐，朕心悦的美味加勒兹金勺，便拿来与大家分享吧。皇上吃贱货到底不一样，不一会儿的功夫都光盘了，明个老奴再去内务府给您拿一车。